全台十大自行车道经典路段甄选第一阶段，这个网路票选是出炉了。高人气的台东博朗大道以外，是出乎意外的跌出了前十名。原本博朗大道在投票截止前还排名第五，但是没有想到相隔两天就跌出了前十名，让地方是惊讶又失望。对，认为他们对于网路票选对于偏乡实在是很不利，现在只能把希望寄托在第二阶段的评审遴选。